森哥，嫂子行李放哪儿啊？放我房间。哎，森哥，我把行李放您屋了。要没什么事儿，我就不打扰二位了啊。 谢了，兄弟，忙去吧。哎，好嘞。森哥，我行李放到您房间了，我们要……不用，我们要注意起来。不是，森哥，逗你的，别怕，你睡主卧。 你干嘛？笑我一跳好不好？这不行。哦，那我以后在你家，我再也不贴面膜了。<笑><笑>
阿森绝对有问题，要不是因为周森，你大哥现在已经没了。可是，行了，有这内斗的劲儿，你还不如想想这次交货的细节。哥，你这次让我去，我保证不会给你出岔子。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但凡有危险的事儿，哥都不想让你去吗？我不知道啊，我还想问你呢，哥。 森哥真是有闲情雅致啊！上班期间就在这搂搂抱抱的，我这都快忙死了。警察最近把我盯得太死了，眼看前两天折进去那些兄弟就要招了。作为公司骨干的森哥，是不是也要想想办法，啊？ 先出去吧。森哥，这是不想让嫂子掺和进来。那你是没拿嫂子当自己人啊，嫂子。森哥拿你当外人啦。不过没关系，我给你做主。<笑>我们前两天折了一批货，损失惨重，我就一直怀疑咱们公司有内鬼。 嫂子这么聪明伶俐的，帮我想想呗，这内鬼会是谁呀？二少说笑了，抓内鬼的话，我的智商应该是不够用的。不过，你玩不玩三国杀呀？玩这个游戏的话，我可以帮你抓内奸。<笑>三国杀。 我哥找你，去一趟。什么事儿啊？神神秘秘的，非得视频说。 帮我到幸福小区，拿一个包裹，60541，记住，这件事情不要让任何人知道，要保密。你的手机关机。你现在在哪儿啊？我是什么时候去？哎，这人老是神神秘秘的。 林毅，哎，林毅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忙没时间吗？你手机为什么关机啊？你让我关机的，也是我让你来取东西的。嗯，这该死的
在这上面作